天气这么好，我带大家去台首鸡王干，我们走吧。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拍小铃铛。我要小心哦，不要跟葡萄。你们上次有看到这次不应变吗？我去采收葡萄，有没有看到的人可以去按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，欢迎我来这边采收。其实本来就是要请亲戚朋友吃的，不是以什么做盈利的，而种好玩的。真的吗？本来就是。没想到一种这么宽，插啊，这个我知道了。插一插就直接吃。那我可以采。那要那哪一个绿色还是黄色的？黄色的比较甜，比较熟。那我来剪，反正台湾的水果都很甜。这个叫什么？一般的荆棘哈，荆棘的皮是很酸的。啊，这个是甜橘，这个好好吃哎、欸这个欸！我觉得我不能在这边工作，因为我觉得跟我上次去法国采收葡萄，我一边采一边吃，我花太多时间。哦。你在这边的话不用工作，你把整个吃完再走也没关系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果蝇，知道吗？先这样放着，我们就不要去喷药了，就慢慢去撞它。老板，你的水果都是有机的，没有碰任何的东西。不是叫有机，就是说我们在还没采收，比如说前两个多月之前，我们就开始就不去处理东西了。就很自然。就很自然，很自然的。就不用的、所以吃这个东西是相当安全的。老板，可以再给我一个吗？你这个真的好吃。其实你吃个哈，吃这个比番茄更健康，它的那个酸味和里面的天然的植物的那个皮啊，精油，通通吃下去的。那我再吃一个。我觉得今天第一棵树我一定花了15分钟来吃。啊、哦，它里面是这样的，它其实你也。没办法剥掉，因为它其实是对啊，一起吃，而且真的吃的时候真的没有不舒服，真的好吃。好了，还是空的哦，都在我肚子里面，没有很可怕。我到底一棵树一定吃很多，我还没有宰收。这个是帝王柑。帝王柑哦，那帝王柑比较小对吗？它比较小一点点，但是其实它的水分非常多，它有点像是。柳丁那样，你剪一颗看看，拿着、它很重哎、它水分很多。那要怎么剪？平着它的地头，对，剪下去，然后因为这样平平的，这样它才不会吃到别颗。如果你今天留得很长的话，它吃到别颗就会不耐放。对，你的意思是不要剪到这里啊？对，你现在剪剪看，你剪一下。对，你看它这样子，它放进去的时候它就会刺上。啊，我懂了。对，所以要把它剪平平的。我很聪明啊。对，你很聪明。在手的时候真的是要。剪到最最紧最紧的，不要这样的，因为刚刚他介绍的很好，放在一起的话，他们会互相受伤。你怎么知道好吃？它很重点，对，很重啊，哦，所以是。如果你今天拿到很轻的橘子，它可能就会比较干一点点，没有水分。这个果皮我们都可以放树下，它会做成它的肥料。是荒包吗？它回到它的家里了。哦，对哦，你看哦。我的手都是汁哎！对，你试试看，它的味道跟你平常吃的橘子应该味道不太一样。很甜，很 juicy。对啊，这太汁太多了啦。那我是比较好奇，比如说这棵树要你要等多久才可以开始采收？3年以后就可以采收，而且一年一次对吗？对，那是大概12月份吗？还是1月份开始？看每年的天气，平均大概在12月15号左右，然后一路大概采到1月底就会没有。所以你一个月的时间都会采？对 对。我现在吃一颗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啊，我今天也是。这种你一剥就可以剥下来的，这就代表已经很熟了。对，很熟，很熟了，很熟。我来这里也可，你看哦，不是第一个是运气好，这个真的。要吃就吃哦，好吃哎，它的汁很甜。哎，今天超热了。就我们家超喜欢吃橘子，如果我在家，我妈每天早上会帮我扎，但是我喝的时候，我的脸也会这样的，因为太酸了，酸到你不想喝。很好吃，哎，我觉得
我的烂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采完一颗，我吃一颗，我可能需要剩四天的时间才会满了。你们大概几点开始？在天亮大概六点半七点开始就开采，因为到现在很热，对，很热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工作，采到大概十点我们就下山了。我们采橘子都不用带水上来，口渴就剥一个来吃，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不一样。其实它的甜度真的很甜，但是不会甜到你会觉得很腻。对呀、啊，很腻，对，完全没有。砂糖橘。尝尝看，是叫什么？砂糖橘。啥什么啥？砂仁的砂吗？不是，沙子的沙。沙子的沙。我想说，我吃会不会被砸？不会不会。嗯，好吃吧？很甜哦。嗯。真的很甜呢。嗯。没感觉在吃橘子，就是真的好吃哦。你再讲一次，砂糖橘。砂糖橘，这个是什么？桶干。桶干。哪一个桶？现在拿水桶的桶。桶对，这个比较像是我们台湾过年的时候会出现的桶。那为什么其他的不会？因为其他的很少量，市面上很少。哦、通常它采完的时候还没遇到过年。桶干。桶干对。这个很简单，桶干要怎么选？这个都已经熟了，它已经看很有重量，这个就比较轻一点。那我要种啊。对，这个比较重。对，这个 你好厉害耶！你试试看，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。桶干如果、一般我们要拜拜的时候都会留一点叶子，因为拜拜的吗？对对对，我今天要拜拜，因为我份子不多了，所以我要拜很多。对，他们拜拜的时候就会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就会留一点点叶子啊，比较好看。你刚刚又跟我介绍，如果留长一点它会受伤。看你如果是拜拜用的，我们就会剪几颗；但如果我们是一般一样要吃的话，就会把它剪掉。好，那我先吃，你先试试看。然后拜拜我再切一颗。这个皮就比刚刚的帝王柑跟砂糖橘再厚一点。今天目前吃到帝王柑、桶柑，还有哪一个砂什么？不是砂仁柑，是砂糖橘。哎，一片好大、桶柑汁没那么多，但是也是很甜。目前最甜就是啥忘记了，我真的很哦汤啊，对啊，砂糖橘最甜，第二个就是帝王柑也很甜，还有汁很多，然后这个从这个绿的到这个橘的才可以采，不要再给我吃哦，因为我还在意耶，别人采这么多，我还是一颗一半，好累哦，你看啊。这个都是我今天采的，有相信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的冬笋还是空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然就是我拿这个放在里面，没有人会知道了。好，再走。哇，这个好大！你拍个照。可以啊，两张也可以。以前很多人去皇宫，他们会提供一些柑橘，因为皇帝最喜欢的柑橘其实就是帝王柑。帝王柑其实非常特别，中医会把水果分的温的跟冷的，这个帝王柑它其实是温的水果，所以你吃的时候不管就是冬天或是身体不舒服你还可以吃，水分很多，它的维他命真的很多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柑橘里面的。你为什么台湾的水果这么甜？反正就是没有答案，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气候的关系，因为可能就是冬天不会那么热，我说什么其实没有，我想太多了，反正也没有答案。我觉得这个土地就是这样的，台湾农业很厉害，所有本来酸的东西就变成碱。你看高丽菜哪里一个菜就是碱的，你看就是番茄也一样的。帝王柑的果园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我们西方人吃的橘子橘类都很酸，今天吃了很多，而且没有一颗不见哦。我的抢通一定慢了，终于我现在去装，因为我要带回家哦，不是白供啊。来，这个给你。阿姨谢谢。全部可以拿吗？全部都给你拿。那我应该收更多哦。还有一颗，哎，刚好哎。好了，这是你今天的酬劳。哦，谢谢，今天已经完成。下一张草莓，台湾草莓，拜拜，拜拜，妙丽。
我来得太晚了，他们说草莓要更早到才可以采收，所以我找机会下次更早出发，还是有买一盒哦。你看哦，我这超大了，跟我的眼睛一样大是吗？没有橘子感觉这么尖的时候还是很尖。台湾的农业好厉害，什么都很会种。我爸超喜欢草莓，在法国他也是在我们的花园会种，但是小小的。在台湾我爸看到草莓他说，哦，草莓这么大哦，应该是假的。在法国如果很大很好看那已经不好吃。我说没有啦爸爸，台湾就是水果国王，对吧？王国，王国，台湾是水果国，台湾是水果国王。很不标准，王国啦。我跟你们说我脑子有问题。王国，我说爸爸，台湾就是水果王国，那所有的水果又很大又很甜又很好吃。然后他看到了，就是卖草莓的人，他捧一个东西，我说你看你看，他上面有加碱的。没有，是水啊，不是糖。他吃了他吓一跳，他觉得哦，哇塞，台湾的草莓比他的花园里面的草莓好吃。后来我爸觉得台湾的水果真的很棒，也是就是可能全世界最好吃之一，因为台湾的农业最厉害。这个是不是因为拍片啊？所以我对台湾的农业下一个赞，也可以帮他们加很多赞，按我的 video 去办台湾的农业啊。你看哦，这些都是我的战利品，各种各样的感觉，然后还要去卖草莓，真的是很丰富很开心。我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就多一点句子，大气大利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